超能大的代表的张天光。今天呢，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件我最近的一个新宠物的当中，就这件非常复古迷人的一个小外套哦。这件外套呢，颜色是非常显白的，也是天天表有型，纯素钻面料，质感非常的一个光滑而且有质感。那版型呢是一个非常小巧挺阔这种感觉。那下面呢，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单品。这搭配呢，给大家搭配一个鳄鱼纹路的这种连衣裙，它是一个长款的，很多家长宝宝可能是有点介意，觉得穿上去不好看。那这款外套搭配起来就是刚刚好，调节我们的身材比例，就显得我们上身就是胸部下都是腿。搭配之前呢，给大家推荐这条连裙，然后这样一身下半身比例呢就会显出腰线，非常气质。约会啊、下午茶啊，包括去日常生活也是可以穿的。那这个连裙呢，它就是一个非常肌肉显瘦这种感觉。搭配呢，我们这个小外套就是一个非常整体感的好，比如冠大碗。那第三套穿搭是这样子，我里面搭配了一个黑色吊带背心，搭上我们的脖子肩章，然后脖子短的宝宝一定要尝试一下亮穿。下半身呢，我搭配了一个同色系的一个豹纹半身裙，这身感觉既慵懒又帅气，上班呀、逛街都是可以穿的。